哎呀妈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哦，嘿，吓人啊！水坑里搁浅了一条石斑鱼，它的两只翅膀是红色的。喜欢它的小伙伴打个666吧，呵呵，太搞笑了，放了吧，拜拜。这只小章鱼怎么没卧沙呢？孤零零的自己在这里，太可怜了。跟我回家吧。哎，说了，这只海螺壳应该是我捡到的最好看的一只了，可惜有角断了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。